我是大 F 小 G， 我差不多就 G 啦 ，G 七。可是我这边比较小，所以我是三十七。你可以要摸，因为我就是等于你上胸没东西啊。对，那你就先，你就要这样用捧捧吗？哇哦哦，然后我也不喜欢把它贴得很高，所以你不喜欢挤成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不时髦啊。可是因为上大就会这样，就是没有空出来，所以我就露在这了。你的身材应该是这边，怎么可是怎么？可是我也没有垂，对不对？就是所以大哥感觉很高兴，合理的，就只是我没有把它贴到这样子，因为要勒到这样，你看好不好捏？不错吧？还是手感是 OK 的。这是没有付费可以看的，而且我没有付费。不行了，收不起了，眼睛。